我们来看看勤奋不懈啊，阿弥陀开始，人总是怕吃亏了啊，认为吃亏会让自己少了一些啊，这个啊多失去了一些而不愿意如此啊，因此起得比较争斗啊，就是两败俱伤，其实此时自己已成为最大的伤害者啊。像我们现在啊，在相关大佛寺责任非常大啊，或镇住啊相关大佛寺啊，啊一天呢、啊、要当两天用。我也给比丘尼啊师众弟讲过了，只要你能够这样去做啊，表示你还有救，哎，因为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啊。像我们现在人有没有吃亏？绝对没有。像我一辈子都在养人呐、啊，然后你到底我有没有吃亏？没有啊。啊，人家应该老人是老得不得了，走不动了，而且啊，讲话还慢，你看我讲话比你们还更快，啊，速度还更快，而且反应很快，啊，这叫灵敏随时啊，这就是佛法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不要比较，我们这里是不准的、啊，假如你在我们这里啊有斗争竞争，我们不准，啊，你们都要离开，我们这里叫做纯善之地。啊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给大众讲听。啊，所以其实啊，此时自己已成为最大的伤害者。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多少起心动念过，每个起心动念都因缘生缘灭。这句话好，这样大家听不懂。其实这起心动念呢，从小长大就有。在相关大佛寺，他不能起心，不能动念，很多人做不到。啊。这个起了又灭，灭了又起，皆是啦，却令心无法安宁。只要心会动，都不行的。像这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净土法我们叫心法，它完全是啊看这个心啊。相信在我今天也给大众讲过，像我们台湾人有讲过那个心啊，满地青筋啊，啊，国语叫万丈深渊，对不对？而且有这个心，这个人完蛋了。啊，这个人绝对会生病，而且给大众讲，他觉得身体不好。像这心带动着整个细胞，都是重灵。我跟了佛才知道，哇，这么多的重灵啊！啊，心是主组合，这心很重要。啊，心要好，要看好。啊，吃亏没关系，也不生气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假如你这心动了，啊，而且心坏，心看不好。众生就醒了，那你说害谁？当然害你自己。所以如果自己知道理啊，明因果，不受眼前各种状况迷惑，要听经了，而且要养心量，养慈悲啊，养心量啊，养包容。你不能养心量，也不能见性。像人体很好见性，像我们搞的这人体，我给大众讲几十年了 都在受苦，我觉得太不值钱了。你说呢？不值钱的嘞，而且会生病，生病就不能做主。你看这净空间呢、啊？啊，为什么净空间这么厉害？啊，他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像这世间可不可以要？不行。啊，只要使用前不要所有权，用了就给它忘掉。啊，你要什么都要，你不要睡觉，想到这里刚好断气，刚好做那个东西，没人懂的嘞。啊，如果自己知道道理、明因果。不受眼前啊各种的状况迷惑，啊，宁愿吃亏也不会占人便宜。那么此人看是已吃的眼前亏啊，其实占了很大的便宜。啊，假如你心量大，帮助人啊破迷开悟，那你就不得了，你的智慧如海的。像我一直在啊想办法，怎么给啊魔不要控制你们。啊，在佛来讲，一个愿打又愿挨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啊，你们很难下手，对魔下手，给魔好处，给你们好处，你们也不能珍贵了，还是进入空间的来，啊，所以啊，其实占了很大便宜，因为心量慈悲包容及智慧，啊，都含藏吃亏啊，心念及行为中，啊，是自然啊，愿意如此，不是受到谁的勉强。啊，也是随缘呐，消旧业是智者所为，这个要听经的。啊，你们刚讲了某种讲，那个女的是个好人，这一点知识也不行。
中奖，所以说吃亏就是占便宜，而不是没有理由。人们与计划计算中失去比得到多，这句话你好像听不懂。其实人生啊，我也给全世界讲啊，你看高楼大厦盖这么多，他说一样都带不走啊。你看你到那个啊，这个不管这个可以讲香港啊，香港啊盖的大楼最漂亮啊，在纽约也很美了啊。再来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布里斯本，它比不上的嘞啊，你看都是空的啊。高科技盖的还比那个还更好，像这个叫认识佛法就不得了了，他一样也带不走啊。啊，认识佛法来栽培，每个人都是科技的科技啊，这世界都太平了啊。像这人道来讲啊，啊，贪婪啊，有要再有，他也不懂了。像你今天不听经啊，活不打开，人也不懂啊。其实人体啊非常好修，人体很短的。像你们现在，我给大众讲，有精进，每天很踏实，就有进步，就有一点功德。咱每天你放过，空放过，通通放进过，你吃亏可大了。就像你们一直进空间，还有吃亏很大的嘞。啊，那个就是放话再过了。啊，说人们啊，以计算中失去的啊，比得到多，此为世间轮回之相啊，因执着其中令醒悟了。像这个污染很不值，它也不同。像我们为什么要栽培感悟？你们讲经啊，一千个比丘讲经，一个比丘尼讲经，给人道讲人体是假的，人体不是真的啊，人体是几十年，而且所造的业，像我们现在来讲说人体好，你赚很多钱，一个偏一个占人家的便宜，他都记在这宇宙准则。地要受报的嘞，没那么简单的啦，就为这假神。啊，给人道讲啊，人体假的，人体是科技的科技啊。今天啊，我不是科技，澳洲也不可能下雨啊。人道没有人会念佛，找冤魂人都念佛。啊，这个为救世就是这样啊。啊，那为什么用冷冻空间的牛只炼火，他们很苦啊，他们没有处理啊，加上炼就下雨了，下几滴雨啊，后来大量知道有效，大家炼人道没有办法的了，人道也不懂啊，很自私啊，他不懂。将人道的身体不放下，损失可大了啊。所以修行啊，当严厉啊，便除去此事的俗心态啊，以勤奋的不懈的取代吃亏懈怠散漫啊，以勤奋不懈中体悟一切违反本来就放话。像你们今天假如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缺少管理啊，等人啊，假如说你们偷懒，宇宙准则啊，你们看着办。我们的因果讲得很严重的嘞，都在身体报我啊，一天能当两天用，你不得了啊，跟着佛就不得了啊，看你是真心假心，信不信佛。啊，真信佛的，哎呀，给大众讲，啊，你的样子不一样的，威有者啊，啊，你不信佛，啊，挂着佛的名字，啊，样子难看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，啊，我们都是在救人，所以啊，勤奋不懈中体悟一切违法，行为自信为真，所体悟。难以自主的苦啊，啊能自主啊自在，啊能体难以自主的苦，像这个药
有智慧啦。像我是很富贵哦，啊，我是让人太苦啊。啊，听了净空老法师啊师父所讲的无量寿经，一听就进来了。啊，听了以后想60岁往生呢，啊，结果看到众生很苦，讲来讲来也就流了。啊，真的要帮助众生的了，一口气还在啊。啊，人体都有救，大家要救自己啊，不要再只是为自己啊。你为自己啊，你是愚痴就是狂妄，而且你会生病。说啊，体悟难以自主是苦，难自主是自在。啊，体悟啊，累积学佛及身心质量之重要。啊，体悟无向外求，靠自己及内心之必要。啊，都找回自己了。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佛法我也给大众讲要听啊，啊，都是自救了，啊，他没有放话过，像我，你看我，我没有放话过的，啊，我精神越来越好，我时间不够啊，像刚刚我超度很久，最少一个小时。啊，为什么说某种的恭喜啊，去给他放光动地啊，所以啊，体悟以假修真修之理啊，若能够持身无病啊，无病苦，知行动勤闻不懈啊，像这个我也全世界讲网站讲，人体骗人的啦啊，人体要苏醒，人体不要生病啊，人体是科技的科技啊，你越空啊越灵敏，大地都可以对于再来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啊，不受身体状态限制，能只知作去啊，能只知作去是为大福者，把握此事啊，勤奋不懈为之啊，在我们这里很好修了。人体哦不能老哦，老了就输了。真的啊，身体真的是科技科技。像现在啊，这个摩羯来讲啊，一直发展啊，摩羯啊，天下太平啊，小孩子好成长。现在一问题很严重的，孩子有念头就被附体。像我今天不是学不懂啊。啊，有法身可以发挥很大的。啊，你看看每个魔众，啊，个性都很强，强啊，都像鼻孔出来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停顿向前走。老师啊，这个修行最可贵是所学得到的实证。啊，如此一来，许多事情能明白啊，融会贯通之后，恍然大悟。像法轮大悟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人体几十年是假的，啊，人体很多人不晓得，贪嗔痴慢疑财色名食睡，啊，造了业，地要去受报，划不来的嘞。啊，人体在有生之年啊，啊，好好的净化，啊，用怎么净化？用心，啊，心净化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有。什么都可以用，只要不要犯戒了。啊，宇宙准则要遵守啊。人生很快乐的，而且你看来去自如，要走就走，要在就在。灵性啊，很快乐的嘞，还能帮助很多众生。像我现在想到这一招，啊，佛都很高兴的。叫我再接再厉，多了解一些事真相，对呀，灵性品质的提升有莫大帮助。啊，只是在有限的生命，啊，是否有机会实证这件事真相？啊，像我们现在不来相关大佛是不懂，来到这里，哎呦，
实证很简单，像你笨死的，为了是他在里面给你动，你就给他动，谁给他动？你心要坚定了，看你要不要见性了，还是要走他的路来？他是消极的，你要走消极路吗？还是走积极？有的人是要走消极，有道理啊。啊，治疗汉，啊，你要积极就是为什么？要看你自己了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你要学这种什么都要看好，不能看不好。你要看不好，那马上给你翻牌，身体就被附体了。像你很笨啊，本来是一表人才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为了这几天呢、啊，为了身体，为了里面的动作，你就老了很多，啊，脸就看起来不一样。啊，你为什么为这个付出假象呢？那不是损失可大。每天都可以很快乐，不要为这假象，他老了很多。像光头明老了才老十岁，外转业前呢、啊、是修行的历程，他的妈妈都知道，他不改我们也没办法。啊，说外转业前是修行的历程，一直在因果业力的运转中，这要听。我们都没有转业，啊，什么叫转业？你要不要知道？什么叫转业？要不要知道？没自己。那我告诉自己在哪里啊？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自己可以，才能做主，才不用生病了。你有自己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你有自己抓得紧啊，总之用你身体，没有自己快乐的嘞。啊，最笨就是这假身了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听我。啊，你家的把自己布施掉。啊，真的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很快开悟，他们也就退了，因为理念不同，啊，佛心就不一样了，啊，所以此转业，知而不知而是佛了，啊，是佛，啊，得遇，遇事自然准则安运行中，像你们呐、啊、不害怕，像我现在空间打开，人天有目，你做的一举动，人家都知道的嘞，在空间都开着嘞。像我昨天跟你讲过，一个念头就一个空间，有没有讲过？不要再自己啊，以为没人知道，哎呦，这事情可严重了，没有人害我们了。像现在你们给大众讲啊，就是自己毒死自己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害你，对不对？只要看你这假身要不要啊布施掉。你用假身有四大分离，还会生病啊，众生来讨债你也还不了。安家说：“我愿跟佛，假身一进来不要了，再叫你孤身你不要了，像你已经啊给人家掌声习惯了，这个东西你要有就是魔戒了，要做无做无做无做啊，啊像你这身体受报还不够苦哦，来我们这里是不苦了，当然你回去就很苦了，而且你会变形。”啊，我好心劝你要知道，说知不知是我能够得意，在自然准则运转中，所以这自然准则很重要，一定要遵守。下来我们贵宝地，啊，我们这叫佛是不能破戒，你那么憨憨破戒，他也不能做主啊。啊，这孩子很乖，破戒也不能做主。啊，只要你破戒输了，人家就你身体就像菜市场，谁都可以进来。而后向见性迈进，迈去这修行的历程，不论是真善言或逆真善言，啊，接着抱着感恩之心。像人体啊，其实很好用，它是科技的科技呀、啊。想看他们两个房门的模式，啊，整个地球、整个宇宙啊，都在攻击呀、啊，啊，这事情严重。啊，想得两全其美，啊，佛满我的意啊！啊，清净光、方清光、解脱光、安稳光、不思议光，净化，佛光出场，每个人就软软了。这个几句里面都要留的，要降魔不能身体跟他攻击，不是，要给他苏醒过来。刚才魔众不讲了嘛？啊，说此修行。啊，历程啊，或老与病啊，或考验挑战，我们不能生病啊。
生病就输掉了。你来我们这里生病，你就输了，不能生病。啊，生病说你还有，还有我，还有我要，那就输了。这里不能生病的了。说为人得定啊，为转业前，皆可以可能让自己啊修行处于啊停顿，甚至后退情况。在我们这里是不会后退的，看你要不要前进。啊，其实你要把身体布施掉，很快你的一表人才就起来，不一样。可能带动了。啊，我们要一个仁者啦，仁者很重要。能做无做，无做无做，他不会累。像你来这里就之前的一个假身放那个仁者也不错。啊，跟着佛救度。很棒的嘞，像你为这假身付出，你要生病的啦。所以只是为向前呢、啊、停顿或以后退的观看，啊，一直有所体悟啊，悟得如何，事实如何，啊，是否有善知识，啊，助缘之点。人到身体不值钱呐、啊，像你自私自己就，我们这里很现实，自私就生病，他也不懂，啊，其实他也懂，啊，他不改。我不敢，啊！一有个性，人家把你抓走了，个性都不行了，所以影响自己修行前进或原地停顿后退。只要一口气还在，只有信愿心，不退。信佛，啊，佛就在这里啊！啊，你叫他给你介绍，他就站在这里。像我们天空很美的，这表示相关的。一直在成就，不一样的啊！只要信愿行不退，若是有后退，人精力在前进，啊，其后退就输了，他会老化；若是停顿，也会悟中在前进，啊，眼前所见与此心更有不同。真的，啊，佛讲何时心明？啊，阿弥陀开始讲。修行呢，为了能活在明白、看清楚真相的世界里，不受世俗的幻境、假象所迷，而且能够心明啊，救度迷失其中之众生。果然如此，即是见性者。这个给大众讲啊，在相关大佛寺，人家听经听得懂，你身体是借用的了，它不是长久的。啊，你假如还在搞自私，啊，你自己啊，对自己伤害很大。啊，修行啊，看到这小孩子现在年纪一个六岁给人家清洗啊，小孩子这么小就被清洗啊，那是谁啊？也是他自己害自己啊。念头一来，魔众就能控制了、啊。啊，你说魔众有多少？啊，地球的魔众，啊，宇宙的魔众。啊，银河系的魔众，天外天的魔众，为整个空间重力也是救人道，不然人道啊不行，请佛开始。你有念头，他就进去了。所以佛就讲，书法一点一滴，你们一定要学超度就我这个要给你们看，你们的书法一点一滴的做，不求名，而不求利，只为众生能离苦。阿弥是佛心，阿弥佛心，说魔众。为真闻大法啊，所以啊，此时啊，闻得佛法音，方知大法能救魔啊，魔众为真啊，佛光照，方知佛光能伏魔，化解魔性见本性啊，即能伏魔少干扰，人道众人皆得救，是从啊根本处啊着手，是有智啊解众苦，人体呀、啊。你不会超度就输掉了，但我们这里很好的嘞，啊，所以阿弥陀啊在讲修行，为了能活在明白看清楚是真相的世界，啊，不受世界幻境、假象所迷惑，啊，一人心明，像你为什么要痛苦？就是为这假身呐、啊，你值钱吗？那为什么要？啊，为什么做不出来？啊，你要大步走出来。啊，我已经没有还愿想了。真的，我是法如，我要救世。
啊，救度啊迷啊迷于其中之众生，果然如此，即是见性之性。啊，未转业未见性，即是相受业力支配。啊，我们这里转业很快哦，没有自己就转业。我想不通呢，你们身体怎么那么难走出来？你们一定要受苦。哎呀，没有时间的嘞。你们身体不能做主哎，你们自私都人家在支配的，你不走出来你就输掉了，而不是你头都会想有用没用的嘞。啊，其实啊，像受业力支配，向未认清楚是真相，乃在受苦之中，有生老病死之患，无好自处，啊，谓之啊自性为明因果，啊，与生死轮回中辗转于此界他方，此世界他世界之间。要醒了，现在网站在听的，一些人在听，要醒哦。人体骗人的啦，人体啊，你跟着佛超度是真的啦，你能翻译。就像那个水啊，陈杰师兄铁木真啊，他寄到西方就给佛讲，他还在下来人道呵呵，他有勇气，他哭着要下来啊，念给大众听啊，他在佛的面前哭了好几场啊，他跪在佛前哭跪啊，啊，佛前深深的啊，忏悔求佛救救这些曾经被他伤害的，所以他讲他要下来，现在五十二世怎么下来啊？除非啊，你不要吃孟婆水啊，我给大众讲要听，现在下来很难耶。啊，他发愿了，发愿他又下来，啊，身体要换掉。啊，他在地狱啊，八百年呐、啊，在地狱受报。啊，当时我慈悲的声音啊，唤醒我明啊，我从痛苦中、啊、看见一道明光，那是佛光。当下我并不知道是我在呼唤我，但我清楚知道是一定是救我的声音。原来身体正经历了四分五裂，就是为了身体。当时我呼唤我的名时啊，酷刑啊瞬间停止。啊，我身体也立刻恢复原状，但我灵魂已经受报多时，非常虚弱，所以一道温暖光相当有力将我从地狱中吸出，一眨眼速度就得吸到树窝这里，啊，坐在莲花上，阿利亚传来的啊这个深深的话，我也忍不住大声哭泣，不停的不停的哭。佛光啊，照我身上，换我的灵性，彻底的将我唤醒。我止不住心中后悔、哀愁，回不去过去，在这一瞬间就为这假身了。啊，经过几日时间，我心慢慢静下来，静听诸佛讲经，经中每一句每一字都在洗净我的内心污浊。看诸佛日日夜夜都为众生，我感到一点熟悉感觉。但当时相位完全清醒，还不知道自己过去曾经是出家者，啊，忘记自己在一心为众生不为自己，我真是惭愧。所坐在莲花座上，观看整个地球，曾经我努力打下了，啊，版图又是那一块属于我的，哪一块是属于我的？只是刚从地狱出来，被救出来罪犯，受尽将八百年的苦。如今才有机会传奇，啊，像你们这个要看，这个看看过去蒙古，再看看如今世界，凄凉的灵性记忆啊，充满无尽的忏悔。这次我彻底做错，啊，难以计算生命一颗又一颗的头骨，啊，头已经啊化成尘土中的尸骨，还在极深的怨恨在空间中等待我，不停念佛，希望这苦啊。等待我的怨灵都能够得到佛力的帮助，啊！我向他忏悔道歉，恳求这被我害的人呐、啊，包括天地间所有的生灵，再给一次的伤害，跟我一起念佛，啊！这个
啊，南无阿弥陀解苦离苦，说真是阿弥陀的真爱，感恩佛没有忘记我这个啊惭愧弟子，在我受尽折磨后，尽量慈悲救我，我无缘见佛，真惭愧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啊，人的身体它是骗人的啦，像你最笨了，这身体做不出来，你这么聪明，不聪明。这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啊，你为什么搞里面啊在动你就动啊，里面给你睡你就睡，你就输掉了啊。像今天给你头部拿出来是不是比较清醒了，有听进去了，不然你都听不去，还讲我在讲你，我怎么会是讲你呢？我有没有在讲他？我讲经是讲大家啊、我哪有本事讲你呀、啊？啊，所以啊，未知自性啊，本名因果。像这个东西啊，啊，我以前在台湾就很多人说我讲他，在佛经讲了，我怎么会讲谁？你自己贴标签呐、啊。哎，这个头部抓起来还是有效哦。啊，所以比较听得进去，对不对？像今天就比较没睡觉，不然就软了。啊，所以啊，此世界他世界之间呢、啊，修行就要放下过去。舍放相，现在你们要聪明了。你现在三十了，啊，时间也不够了。啊，一定要啊，战战兢兢把自己彻底忘掉，做无做无做无做。像花西教你东西很重要，啊，你赶快给他处理啊，啊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，啊，找回自己很重要的嘞。啊，看你们跟佛对，佛在笑。啊，很快。看你的啊，佛今天叫我给你写牌位的来，他说你看你没写，你还不给他写，要感恩佛来。他今天早上连没写呢，啊，说心明人民可以不用受苦，啊，由心调起，啊，说心苦一切苦，心不苦一切能转，啊，心怎么会苦？像你们现在是最快的，没有苦就都交给佛。啊，你们都是空的，就像我，你看有什么办法再来救人？现在人道不救不行的嘞，啊，人道不救不好救，魔控制，啊，现在要对魔下手了。啊，魔也是孩子啊，啊，说心不苦，一切能够转，啊，人了知不受名佛，所以修行寻回自性，正是此时，所以一路相关更有寻回自性及生息机会。苏醒过来，你就不得了，什么都做，没有一样不做。啊，救谁救你啊？像我们人体，都你现在知道说业很重，这么多众生，你不突破不行的。啊，佛都在保护你。啊，所以一路相伴，要寻回自性及生息机会，以需啊，心愿行，莫说。外诸啊啊，外诸忧而缓而起，外诸忧恼啊啊，乃因啊众苦无自时，能救一个啊，相关诸子啊啊，则无旁贷，何时心明啊？精进用功是本分，渐进应该救赎诸众本来。像很多人呢、啊，会想说啊，要去找魔。我去找魔的，我不找魔，你们不能解决的。他一直控制你们，啊，每天在地球魔中，在施法，啊，再给他净化，啊，在宇宙再给他净化，啊，银河系给他净化，天外天也净化下来。意思是，不是为了现前，要长远的看。像我在超度，我都是长远的看。啊，这禅言听得懂吗？不是我们当下，啊，我要怎么样给失踪弟子更能够啊起来，啊，不要一进去就在睡觉，啊，帮助失踪弟子能成长，这张就是禅言的看了，啊，不然他一个六岁孩子都控制了，
花开被控制得很厉害，他哥哥也控制厉害啊，那为什么控制？有我就有控制，那你说世界都被控制了，很严重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一识，叫做此生无价啊。老实讲，人到贵于有生了，此生无价啊，当然善护此生的人以假修真的为人的可比，来这里就是找这个了啊。当善用此生呢，将勇猛精进呢突破险性，在勇猛精进啊，要发这个愿呢啊。现在啊，这么多人道可以有法身呢 啊可以超空间很多，没有人有法身呢、啊、现在只有我一个了，我需要有一千个了，两千个了，像我一个，你看那天宫已经啊超度了，算不错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在里面一千个人就不得了，这以后就不用点灯了，跟西方一样就亮的了。你们这个身体很有价值的嘞，不要再进空间了。好心给你讲又听，啊，你能醒过来最好。我很厉害，他叫我给你请托不为，说人一家修身呢、啊、为人道可为啊，当善用此身，能勇猛精进突破情形，行为自信呢、啊、注重离苦生息，路常乐无尽啊。所以此身能够造三恶之因，受诸三恶恶果报。像我们现在是给大家讲，我们只有善不要恶，不要受诸三恶果报。有善有恶，像今天刚刚某种讲的这个吕仲，他就是有一点恶，就是啊，有看高低就不行了。长条身中诸重，来因啊，此身造啊，此身能造善恶之因，受诸善恶果报。说当三条身中的诸重啊，这个好像听不懂，三条。啊，身中的诸众就是你里面的众生，用这心呐、啊，出生众善根，啊，你都要想好，因身中诸众亦是众众之一，有是有善恶，不能有念头了。像这个大法你不修太可惜了，你这么年轻，我讲你三十岁那我不得了了，我现在八十岁也不得了了，可是才三十岁更不得了。我跟你讲真的，这样若重恶啊，这个啊有是有善恶，若重恶性呢，却能化解接受超度啊；若重善性啊，却能入金光得往西方莲盘。而重于须听经闻法，以明其理。所以你们不听经不行的，不要再搞身体。他一直叫你搞身体，就是搞名利的。而且你假如说你是高僧，你搞名利，你也不是自己做主，魔就操控了。你要自己做主了，跟佛才行的。所以业力轮回啊，讨债还债，自求解脱啊，离苦生喜。像你这几天折磨自己，值得吗？走不出来，这几天折磨自己。在今天早上，他的脸佛就叫我请他的头部位。啊，所以你要听经啊，啊，不要说这个拜佛，现在佛讲了，你们再做是三百拜就可以了。啊，要赶快开花，听到没有？啊，把自己忘掉，啊，以相关正事诸众自求解脱，离苦生机之体，啊，宇宙真理实相，啊，实当啊，展露于眼前。所以来自十方八求道都是满门众女。我们这里超很多的嘞，假如你在进行能够念佛，你是大福报之类。像你现在不说，啊，你只要有生意，他生意谁没有？他被控制的，这个礼拜就有生意了，对不对？要大声的，超很多的，啊，现在是自己很好用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得进去？啊，我看你眼睛有神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佛很慈悲啦，佛都要人才啦，只要你听话，他都要。所以宇宙真理实相，时常展露眼前，来四方八方的求超度，至满满众。
啊，无声地告诉他，此真为佛地，得以啊入西方。你像一天要当两天用，我很积极。你们看现在天空不一样，而且你要赶快进来，此生无价。啊，法身超度不得了，要替众生想，不是一直替自己想。啊，像这张给你看，就是替众生想，不然现在不行嘞。你看6岁就在攻击人，你怎么有人？华开的攻击很厉害，你看他所作所有都是魔在做，不是他。啊，说此生无价，此一切有形而行，没人懂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老师第二次人做主。啊，修行啊，人做主了。啊，需要勇猛精进，经过一番去染得尽的过程。天下没有白吃午餐了，此句话说的贴切，这个你听得懂吗？像你们现在，我刚给你讲说，人天眼目了，一点心动坏都不行。啊，都是害自己，你们要小心哦。啊，这戒律啊，它不是谁定的，是你们自己跟着定的。像现在。我在超度啊，宽频越大，所以这空间我都看得见，都是重啊。那重点这么多，你看看现在魔众控制里面也是啊受遭殃。其实他们也在空间，他也不懂。就好像这魔众在讲啊，我超度空间，他们看见的。所以人体很珍贵哦，人体是科技的科技哦。而且你在唱诵要威仪有责啊，不要认自己头怎么样在练的不好啊，也有要带动的嘞，像每个比丘都要带动，不是一个而已啊，啊一定要威仪有责。也有相关大佛寺不得了啊，会进来很多了，男众会很多，现在在接触非常多啊，所以我们也给大众讲，我们要栽培很多人才的，啊，而且的人才都会，问了什么都会，不管电了水了，啊，这草地都会的，啊，所以见性是真正能做出生死自在，啊，能把握念佛往生西方极乐，生死自在往生。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啊，比丘比丘尼是自在往生的。啊，用了身体不行的就回家，可以一直救度，一口气还要再做，所以一定要知道不能老化了，老化就输了，也不能病。所以老化疾病不现前，即是业力现前，这就是你偏了。啊，假如有这老化病现前，业力现就是偏掉了，啊，能让你最直接感受到无法做主的痛苦。为能够啊经历其境者，难以体会那种痛苦及无力感。但是他们生病我都看得见的，也不能做主了。所以我给大家千万不能老哦。啊，把自己忘掉，布施给佛，你也不会生病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说自信心啊，啊，当时神智也啊被化解。啊，我信佛，啊，我也念佛，啊，为什么我会老化？啊，为什么我会枯萎？你偏离宇宙准则，但你要学我了，都为众想，不没有自己。你们要想自己，你们会遭殃，你防不了的啦。什么都为众想，所以绝对啊，愿今在座及啊，往昔所做的诸恶业忏悔。啊，化解并做超度，更重要的是要对于佛身，啊，佛身具信心，能以佛子威神力、慈悲力度过老病的日子。啊，其实不能老，也不能病，我是不准人家生病的。啊，他要生病，我也没办法，讲了也不听的。啊，我也给现在要进来的人讲，他们都在听经的，来这里啊。不是普通的佛寺，
你是跟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你来是为有着、啊、改变自己啊，能救更多人，再来这里破戒、啊、你就输掉了啊。所以习气要改，来这里有习气不准，我们这里是纯净纯善的来啊，我们这里也给他修行无心，他没有心的，但是做无做无做都无心，你能做到这一点啊，你跟佛师在一起啊，念头起来众生，念头起来众生啊，念头啊，相关大佛师啊，众生相关大佛师，没有自己念头，我好心给你讲要听的，不然你会老会病，而且你家不正呢、啊，他越来越老越枯萎，很快哟、哦。啊，你能把身心奉承上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。啊，说化解变超度，更重要是要啊，对佛心具信心，啊，能依佛之威神力、慈悲力度过老病的日子。啊，像这个老病啊，应该是不会的。来我们这家，你真的把身心奉承上，他不会生病。像我也给网站很多人呐、啊，学佛十几年呐、啊，生病讲啊，像你信佛不够，没有改个性，你会四大分离啊。啊，四大分这个病，这个病，这个病，要死掉就四大分离。不要再搞假身，我跟你们讲要听了，假身不值钱，啊，能够做不做？说善知识一战重要角色，能引导老病者。面对接受这个改变，心平心地度过余生，能够做尽量做了。像你啊，假如好好的修三门经不完整，法身就回来了，观想再观想，啊，你细胞都停止，它不会老，精神好，主要在精神啊，不会睡觉了，啊，不像人家做的，要走不行，啊，你们看看刚刚那个。田木真，他十二岁都不倒灯，不倒灯，他不睡床，他是坐在，他怕时间不够，人家那真是修行的，啊，还有那个，哎，我们的那净土宗，啊，第十三次，哎，印光大师不是，那不是那个，哎，沈禅大师啊，他也不倒灯。沈安，访问沈安，他也不早上，他啊早上啊两点多就要去劈柴，那么暗的路他要去劈柴，而且回来身上都有血，有柴拿回来，衣服换掉把它扎破。沈安的，你要了解以前修行不像你们现在吃得好穿得好，哈哈。还不把身体放下，哇！你这事情很严重啊！你要看到十三代祖师都不好修的，大部分都是不倒单的。啊，说只是信佛念佛如此重要，做善知识这样的重要角色，啊，能引导老病面对接受这个改变，心平心地啊度过余生。完整的邻居啊，有三魂七魄。诸分以身重而能做主，真的啊，而非有业力。现在问题啊，我也给你讲，你要听好。现在不是把你的诸分抓回来了吗？那些问题就是你头不能再乱想，再乱想你睡觉他又会走掉啊！你一定要化缘。我给你讲，你要听的啊，说诸分身重能做主。啊，而非啊由业力冤亲债主附体众生甚至啊某种做主。现在问题啊，啊，我在医这个孩子才知道，你不能有念头，啊，他念头很多，所以他的咳嗽是好不了，啊，一抓就是某种，其实里面没众生啊，啊是某种情绪，所以这事情很严重。啊，耳机戴了，他还会上乱，啊，你说是给他，所以一点念头都不能偏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听，我现在某种啊抓得很紧啊，
啊，而非由业力冤亲债主附体众生，甚至某种作主，啊，是由修行行为自性重要条件。如今修行人或许不明白三文七魄重要，很重要。或三文七魄已丧失，生以非本人作主，而不是自性必有，也名三智人者。你说你多厉害，人道多厉害，你看来多厉害，你再来看，都不是。像那个牛子啊，我看他躲在里面、缩在里面的样子，澳洲人也多，中国人也多，都是有钱人。我叫那个法院看，那个人在那边有没有？他蹲在那里，就是他已经外壳是牛，有没有看到？他叫造业，所以一点一滴啊，不要占人家的便宜，没那么简单的、啊，披毛戴甲防哦。所以修行精进改革性，所以啊，或三文七魄丧失身，非本人作主，不是持清净，须有眼明之善知识人分明。像我们现在不要再搞人体，人体不要搞了，人体、啊、丢给佛，把身心奉承上，啊，自己一直醒过来，不要这个身体，啊，你们再一直想，我告诉你，不能坚信，你的头一直就跟你讲真话。不然应该很快见性的。我讲没听到？我们很缺人才，人才赶快醒过来，修行啊，精进改革进步知识啊，慈悲心能够包容的，保持决心无牵挂啊，你有牵挂也不能见性，只要你牵挂了，还是同情这个、同情这个、同情这个、这不行。个人的命啊，不要去理这么多了。啊，说这个良好德行及啊正向的心行啊，啊莫昏沉，莫进入空间。现在这进入空间，我看你马来西亚都会，哦，很严重。他也进空间很厉害，你不要看严桂红，啊，上次今天倒下去上不来，很快速度哦，他们两三个都不行，上去直接下不来。很严重啊！莫妄想，莫进入空间啊！这保持三文七魄不善的方法啊！修行践行后，对宇宙准则、真理正道通达明了，而自然不犯，能独立的教化众生，不会迷失啊！做事中，所以找回自信很重要。像我们现在在香港道士，是跟着佛，哎，不得了哎！佛就在这里啊，你们看不见很可惜啊，要珍贵啊，啊，对你们这里啊帮助很大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啊，愿心不退。啊，老师下面句，老师开始，修行啊是有愿为牵导，方能够步步前行。啊，一进入就要导师阿弥陀佛，正在相关大佛寺啊教导。你听了、啊，在这里看到了，啊，不然他今天怎么跟你行踪？有没有道理？啊，指引大家依愿而行，所以依愿进化，人喜去啊成难，啊，像这个我也给华都讲了，比如人家在给你讲，不是人家在骂你，啊，人家骂你是里面众生讲的，你看他在骂你，啊，你就上他的当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要听哦。像我讲话有没有在骂人？对呀、啊，那你看看他讲我在骂他，那是不是很离谱？不是，不是他做主啦，我是讲众生在听众生的话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都是要救你的嘞！啊，谁有资格骂人？没有人。像我在讲就是大动听的，你假如说，哎呦，刚好贴到标签上。我问题要改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有救了。所以修行需要愿为前导，方能步步前行。啊，一进入最好导师阿弥陀佛，正在相关大佛寺教导，指引大家依愿而行。所以依愿进化，啊，人喜去成难，现清净相，依愿进行，完成日课为基本功课，拜佛念佛，像早课很重要。早课讲你完成都不昏沉、啊、
你很快进步，看你有没有办法。精行不分成有力拜佛体力好，啊，拉了筋，哎呦，这么棒，你就成功了。要进去睡了，输了，啊，进入空间了，说拜佛念佛诵经消业障。啊，一念啊，脚踏实地啊，啊，一步一脚印。医院改革性面称佛等等，一切为能够早日行为自信，能够如愿往生行。现在修行啊，你假如一直分成啊，一定要赶快克服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阿佛写给你的，你一定要改。假如你分成你不改，你不可能见行的。假如一直进空间都不行，像一个阿弥陀经，我看整排都在睡。我看你练得很好了，很严重啊！这对你们伤害是最大。人家拿着《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，欢喜充满的，说大家当初进入佛寺时发的愿，是我依然存在。啊，是愿心坚定不退，我是愿心愿力减弱很多。现在愿心减弱，那你不是判死刑？你知道人道没路了，人道只有生老病死啊，人道每个人都在养殖身体而已，而且都在造业，不像我们都在做好事。你现在看人道看出来了吗？没有一个是在做好事，都是为着身体，家财万贯也没用，只有我们这里这身体是科技，科技这事业非常大的嘞。啊，佛是愿心，啊，佛是愿心减弱很多，啊，佛是，啊，这皆是对自己修行的自我考验，啊，此心呢、啊，此生无论遇到何事，啊，皆能够信佛信己，即要如愿呢、啊，皆能够通过考验。像你要不要把身体布施掉了？你们不布施掉，你们也还不了，你们要给人家做傀儡吗？我也给网站很多人在听讲，你要当傀儡嘛，身体要布施掉了。佛讲是做什么？佛讲做什么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做一做就把它忘掉，此生无价，啊，此生啊，以此心生无任何事，皆能够信佛信己，啊，即如愿，皆能通过考验，是为愿心不退。啊，这当中有佛菩萨指导，而以困住协调突破。现在问题我也给大众讲，像我们很多人呢，啊，讲哼，这个我们要走走再见了，他就轮回了。人道哪有路？像你们三个人这么，哎，你们两个这么聪明，有路吗？家财万贯都没有，不快乐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在这里救人快乐，我快乐就像我这么快乐的，每天很快乐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所以有龙天护法看顾，啊，是我二六十中，啊，盘定你衣食住行啊无缺，这个可以讲，给大众讲，你们赚到了。好，阿弥陀开始讲，以佛地以佛会告诉大家，啊，该怎么做，啊。确实要阻止亲自啊，亲自力行，才能发挥啊信与解的力量，而产生实际帮助。这个问题啊，你假如想开悟啊，一定要听经的，耳机要戴的。像我每天讲的经啊，你们马上要接入了，很重要啊。所以佛讲。莫要轻忽啊，任何一点一滴的善心善行啊！假如你是纯善，恭喜你啦，你很快能见性。像这个纯善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什么叫纯善？我身体布施给佛啊，人家讲好也好，人家讲不好也好。现在我们的人道很麻烦，就是人家讲不好你就生气，人家讲好你就高兴，那不是佛法。啊，真正的身体给大众讲，他进化是已经没身了，
啊，主要是在净化，见性就非常容易了。那我也给大众世俗讲，好在哪里？给我。坏在哪里？给我。没有啊，我们的身体吸收输掉了。我讲有没有道理？啊，身体不值钱的啦。身体是来我们这才值钱哦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听哦。身体真的是科技，科技哦。像我这么多魔众攻击我，啊，我一个心很自在，很值钱。啊，我本来是一个80岁老人了，走都走不动了，我还这么年轻。而且你看，我头脑很好，啊，这么多人在攻击人，一直魔众一直攻击，这样下去不行的嘞。我不是在跟他们打对台，我是降伏魔怨。啊，我为了要救他们。啊，这才没有后顾之忧。这句话你还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听不懂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对立的，我们心不能动。啊，每个人都是一体，这是佛法了。所以啊，佛净化生于欲及六根的如力，啊，见性即慧就在其中啊。莫要轻忽一点一滴的恶行坏行，啊，这都不行的，看不好。啊，因此而种下入地狱的恶果。其实人体啊，他见你几十年搞这不对的，像现在孩子很多在地狱呢。我在地狱看到他，我都没错没错，父母太富贵了，父母太宠了，都在地狱的。他这不今天不是在这里，在地狱。他以前呢、啊，在香港要去当流氓的嘞，被他爸爸抓回来不懂啊。所以他很早就把众生找到，你好像听不懂，你越有个性越早啊，众生越熟悉，他就在你身体，你们都是这样找来的，所以一直种下入地的恶果。故啊，起心动念之间要小心谨慎，提高警觉，善的好的心行要当续行，像我们这里全宇宙最善，啊，调你的身体。给你科技的科技，啊，给你去救人，给你防也不能你防不了了，啊，像田木正就是想要防也说，给佛我要下来，啊，下来假如啊，啊，不是猛泼水还能行，是猛泼水还是会做坏，要看父母好不好了，人道舒适很重要，你觉得？像你们像。跟佛很有大的缘，才能找到这里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所以悟啊，高傲啊，骄慢，坏了之前的努力。像这高傲，叫不懂恶的坏的心啊，心当立即停止，转心止住正心。像你们来我们这里，贵宝就好处，我把你身体打开，身体骗人的啊，身体你看每天都在放化过。假如你会操作，每天积极过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啊，你不要看在相关大佛寺不是佛讲说，哎呀，啊，华如你辛苦了，有没有？他也知道你做了多少。啊，做无做无做，把自己忘掉才行的来。啊，为什么？回向西方，回向你的累劫十善因再说，不然你众生怎么还？啊，所以因啊，业因果报与相关大菩提为何如此清楚明白？啊，明镜，乃因相关大菩提弥陀正住之境地，护法成从为老，众生起心动念为善为恶，怎么能够瞒过护法？啊，所以因果很快以当中运行，于是啊，三恶之报看得清楚。在我们这里，我也给比丘、不丘的师众讲过啊，假如说了啊。念头不对还是不改，你没有资格教人的来。生病就是不如法了，不能生病。像这个修行呢，第一个贪嗔痴慢，一定要断。你只要这个没有断了，你身体会出毛病。啊，人家说修行，你就四大皆空啊。啊，你能做到四大皆空，你才有救了。像你们呢，很笨。这是一个呼吸啊，空气在，
身体才有用的。啊，你这呼吸没有就走了，你身体就完蛋了，又就变零了。你看这满满的零，满满的嘞，这里是非常满的嘞。为什么他们几个就倒下睡觉，都是零啊，物体的嘞？啊，没那么简单的嘞。啊，为什么本来就很多啊，但物体也不多。啊，那个叫阴体的，所以啊，阴广快地当中运行，于是啊，三恶之八看得清楚。二六时状啊，不论是面对三恶好坏，那个人世间随时提南无阿弥陀。啊，六字后面的纯净纯善不得了。啊，能常养一切善，断灭一切恶，为座中之王。啊，愿诸子啊，精持莫离。以护其身，啊，像念佛的人是越来越善。就像我为什么今天发这张给你，也给你们看，你们要发心，不是啊，我这样操作的，我要怎么才能救得大众？要怎么才救他们？啊，不睡觉，啊，自己要去开发的嘞。啊，说人长言一切，断一切恶，啊，为作众。啊，愿诸子啊，精持莫离啊，以护其身修行之路，佛伴行。你看，阿弥陀跟我们在这，啊，以佛去参见某种出路，某种意识种种之意。所以你看，我讲这，我就知道怎么来做了。这就是我在做的。我现在等一下上去以后，还要超度。啊，一定要地球的某种，啊，宇宙的某种，银河系某种，天外天某种，仙魔外道都要取来，包括二十八重天、四圣法界，啊，不然呢、啊，很难啊，人道很难修，真的，人道是我跟着净空大法师，啊，无量寿经，而且我都是靠自己，我没外来的。你靠外来就不能修了，我们都靠自己。所以佛地常见某种出路，某种意识中，说是我的讲经说解释，啊，佛是开始，皆明白指出为方宇宙，啊，这个宇宙准则真理正道，讲说自然准则因果报应。我今天就是。佛在这礼拜五讲这个，我就知道去超度什么了，所以我就进入里面去超度了。我不进去，他听不了我的经啊。所以你要了解自己要发挥，救度要发挥啊。所以啊，违反宇宙之真理正道者，将受自然准则中因果之报应。况且，于是佛地。啊，切莫啊，心狡啊，心存侥幸啊，但帮助魔闻恶之恐，是其心啊，没受果报，因为他找不到我，他找你们了。我跟你讲要听哦，所以现在活在赫兹魔中呢。啊，我们来看看老师的新生命。像你们现在来这里叫做新生命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重新开始啊！所以啊，新生命呢、啊，过往一切虚妄，曾经如此真实地存在于生命中，如今何在？这个好像你听不懂。现在的孩子他们不能自己做主，终身做主，没人教啊。也没人懂，离不了我们自己怎么懂。啊，身体就像菜市场，人家随时给你用的嘞。所以啊，啊，不论带来是痛苦欢喜，皆是过去因啊因缘之生命。因缘现则聚，因缘灭则散。当啊不当放下之意，该生由心上放，心上生。像现在来这里好处啊，可以把你找回三魂七魄，啊，给你找回见性，啊，你到底三魂七魄可以留得住留不住，要看你的慈悲了。
想着身体是客气客气，在书之间身上看得见的来，有没有道理 啊？所以由心上放，心上舍，当故当放下，生死该舍啊。这个舍你好像听不懂，带众生苦啊！啊，像我全身带众生苦，你们也知道啊，就为了求雨啊。而、啊、现在某种是他施法，啊，施法就是他们动，啊，我就知道他施法，他在动，我就知道施法，其实不算大雅，我也不会去动，啊，一定要降服魔怨的来，你才能见性啊。所以修行功夫就在这里可见，人佛放，人佛舍，啊，放多少舍多少。啊，全放全舍，心里明白。假如说你是聪明人，跟了佛，啊，假如你藕断丝连就输了。像你可以讲离家就是要来修行的，你们都是不错的，有没有道理？在家就死路一条啊。啊，只要身体是科技科技，不能老不能病，一老一病就输了。我给你讲，要听我。说若真的新生命心中有，全放全舍。老师在教育听我，没有过去不说过去人，好了，你有过去给我哪里？骗人的来，我们都是方法过了三十年，完全骗人。那现在问题的病都是情绪来的，也没人教。来我们这里不要有情绪，不就没有众生吗？啊，一心啊，练这句六字红名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。啊，所以心中全放全舍，没过去，不受过去任何的牵缠束缚，只有当下。即佛法奥律是不断。啊，绕心口而全身，这句话老实讲啊，你们要听哦。啊，不是听经，就是念佛。啊，为什么？给里面的细胞能够平啊，像我们身体几万年都在生长的来，没有人懂新生命心啊，以心愿而显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翻开的就是真理正道。真理正道何为真理？真实的道理，明善恶因果，何为正道？正道的道路，远离邪魔歪道。好，我要考你，这远离邪魔歪道，你怎么解释？我跟你们讲啊，只要你有身啊，你就没有办法远离邪魔歪道。你的身啊，真的放下啊，正当的道路。像我们身体也麻烦的来，现在佛在救我们了。啊，你要这个身体啊，你就是邪魔歪道，你不能做主，你是他的傀儡。像我们是仇业而来，啊，还债都还不了，你还想有身体，还想要名跟利，你输了。我讲明道理啊，啊，说众生以六道。轮回不休，啊，各有各的心性与行为了，啊，即心性各有意，这不行。只要有这个意啊，偏了众生就能进来。所以啊，同土众生心性行为啊，即有别。啊，那我们就要真理正道了。啊，更何况呢，啊，不同土的众生心性行为差异太大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就是宇宙总则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里面在这运动，啊，树总，你看他在讲你呢，啊，你心波动，马上停止，啊，这假声我不会理，啊，又怎么样？在动你的身体，里面会有声音，啊，这个声音你不要听，你完全纯净纯善，啊，我要做一个纯净纯善的人。
人家不会动你的。说如啊，人道与畜生道，啊，虽处于同一个环境，但心性与行为又不同。啊，这个大家看得到，畜生道是愚痴啊。啊，所以即使是人与人之间呢，心性行为啊，也差异很大。我们不走这条路，这条路啊，啊，大部分竞争斗争。我们这里是纯净纯善，你们来到这里就赚到了，啊，暂时皆不同啊，需要有准则与大家共同遵守。啊，只要动，哎，不行，我违背宇宙准则。那我们在违背宇宙准则大不同，哎，不行，我破戒了。啊，破戒就不行了，你身体众生就竟然像菜市场，所以要遵守，啊，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，有着身体，所以啊，为真理正道，这是宇宙总则，自然地在运行，而会有谁来制定？所以人们所制定的法律规范，而是大家以时间需共同的遵守。而以心而言呢，遵守二者愿意形同众，不伤众；而以心而言，除了有世间法律决定，像有真理正道啊。像现在佛在讲这个，大家可能也听不懂啊。我们是救世团队，有没有道理？这个人已经造很大业，对不对？更要包容啊，给他改的机会了啊，不是看不起他。就像你造了这么大业，有没有道理？每天升起升起，我们还要包容啊。所以啊，见性取染得尽，成就佛道，活佛道统啊，他也是一尊佛了。所以能够运啊，人运化瑜啊，度众时，可观即光人观时而有所不同，人任运而为啊，乃为就是度众啊，度众权宜之别啊，人家坏就装好，人家缺口就装圆，完全都是圆的，法轮常转。我们相关导师走这条路了，你看不好，我看好，啊，就是好再好，啊，不然看不好，你不就淘汰掉了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任运而为啊。啊，乃为啊救度教化众生，权宜之别，这不为违反宇宙准则，真理正道，此为啊见机会之好处。而且书拿起来就能解，假如你跟人家都没对立，啊，心就是在南无阿弥陀佛，所作所为南无阿弥陀佛，你见性了，讲经说一本走遍天下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说修行为见性。啊，说为了见性，必须下一方净化除染之功夫，此为修行过程。啊，这个不是谁帮你，自己帮自己。啊，碰得面滑稽，碰得面起冲突，你就输了。跟人家相处，啊，说若遇任何境，皆能够无事为通，便能够行真理正大。顺利破关，而且何况与相关大师有弥陀老师下令句老居士，而且我在看见你啊，又自当珍惜。